大家好，我是 Lisa， 我们今天来做葱抓饼。准备的材料如上，材料细节会放在底下的资讯栏。把中筋面粉跟盐巴倒入盆中，加入热水搅拌成絮状，再加入常温水搅拌成团，将面团分割成12份，把每个面团都沾上油，盖上保鲜膜，松弛1到1.5个小时。将葱切成葱花，接着我们来做油酥，将面粉、白胡椒粉以及盐放入碗中，淋上热油，搅拌均匀后放凉。将松弛完的面团擀平，抹上油酥以及撒上葱花，
将面团重叠，稍微拉长再卷起。放到盘底有食用油的盘子，盖上保鲜膜，松弛一小时。一个小时后，将面团压平擀圆。用烘焙纸把每个生面团隔开，放入冷冻库保存即可。想吃的时候，锅中加油，开小火煎至两面金黄，这样子葱抓饼就能享用咯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按下超级感谢支持我创作，并且按下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子你才会收到影片上架通知。